你怎么来了？小黑再来玩了。哎呀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误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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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他妹妹。啊，对妹妹。妹妹。哎呀。挺亲的。表的表的。我才不信。哎。你俩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姐，今天是我哥生日，我买了蛋糕，我们一起吃吧。我对着我生日。你生日。啊，你是把我生日给忘了啊？哎呀，哥。啊。姐，我们先进去，天气冷。那个下面全是纸，你自己拿。嗯。我靠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吃得下去的啊？你要不要也来点？我真没心情吃了，你快走吧，我求求你，你快走吧。你不觉得这样偷着吃才香吗？嗯、哎呦，偷着吃，你从哪研究的词？你嘴上全是全是，我的妈呀，都给你擦掉擦掉。嗯。姐，出来吃蛋糕了。哎，你出来了。哎，小黑，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？啊，这个吗？这个啊，这个属于是叫啊。姐。哎，对。别生他气。哎，是。昨天晚上我失恋喝多了。啊，对。照顾我呢。照顾。照顾照顾，他不懂事儿。他昨天晚上就跟别人喝酒，喝了一堆，要吐吐，我就给他扫，导致我今天就没有起来。就是没放在心上。哎呀，我对你一心一意，我怎么？我怎么可能？现在还有时间啊！去哪儿？办事啊！啊，好，好，好！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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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可，怎么了？我妈说今天不合适。你妈，哪来的妈啊？不行，你听。啊！三姑啊！我三姑给我发消息，我给她回一个，我给她回一个。三姑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听你话啊，你放心就行，三姑，我知道。我姑说咱俩今天领证不合适，要不再改天吧？改天啊，今天不合适，今天就不只是今天，接下来几个月都不合适。你胡说八道，哪有几个月？